又吃土了。不可能再黄标了吧？今天花了1000，我弄了一个 YZ 工作室 WCF 比例的周末女武神人气角色世家模拟。打开来之后，彩盒有点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态度。掀盖之后是黑色泡棉加胶带。整个敲一圈之后，来看看里面什么样子。第一个是 WCF 一定会有的蓝色塑胶透明底座，加上一根透明菊花钢裂棒。第二个是我们这次的主角人物世家，可以看到 YZ 在品质上还是老样子的超高水准，在这么小型的雕像上还原了众多丰富元素，还有这样细腻的上色能力。在 G5 不断让我失望之后，我心中的第一名就是 YZ 了。按上去底座之后，还有一根小卷毛要使用蓝丁胶辅助组装的，然后配上一个小特点，我是更喜欢12天府的那个啦，而且就真的只是特点，只能摆在旁边，不能替换上手。那这体的尺寸还是比这场 WCF 再高了一颗头。那今天简单分享到这里，主要还是让版面增加一点阳气。谢谢大家观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啊，我人类側から出るんで、よろ。え？